可是如果他是生他会动啦。咦 ？OK OK。我不要动了。拉手，拉手给我。OK。在视频开始之前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帅哥美人 Sugar Melon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帅哥美人 Sugar Melon， 欢迎这一期的《谁是卧底之神秘箱》。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今天的画面感非常的好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燕威不在。最漂亮的影灯 producer 来来来来，自我介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cky， 我是 Sugar Melon 的 producer。哇，你看这个声音也特别的好啊，这个哇。你是很久没有这样子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是 Nina。大家好，我是 Vicky。来，我是 Isabel。好，我们事不宜迟，开始吧。哎，但是开始之前。大家如果还没 subscribe 的话，请跟我 subscribe 下去。subscribe 哎，在这个游戏开始之前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告诉大家，好不好？记得大家 please subscribe 我们， OK？ 大家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， 我讲错没？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现在马上订阅下去，按下去， OK？ 是不是？ Let's go！ 只有 spy 有水，平民没有水。这个 spy 有水啊！哇，妈的，我希望我的没有水啊！啊，来，我们谁先开始？我们从我们的银灯开始好了。耶！围住我。OK。口渴，喝多一点哈。哇，很好喝哎，你们一定很喜欢。你有喝到没 ？Maybe 有 ，Maybe 没有。嗯，好，到我啊。嗯。是你吗？没有。哦。吞下去哦。吞你的妹啊！不看到他的。OK， 到你，我看。什么动作？你吃药啊？嗯，对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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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来慢慢吞哎。啊 ，OK， 到我，我其实想要看妮娜喝一次。OK， 好。啊。OK， 好，来一下，我们下一位来，指标。我选主角。嗯。我要你用鼻孔喝。用鼻孔喝。就吸上去。幸好没有水啊，不然我就淹水了。No breath。啊，那他这样，你的我们真的看不出啊，因为他如果他吸不到的话，我们哪里可能看得出？你做 soft test 啊？ soft test。哦，香吗？我不相信。你不相信？我用鼻孔吸了哎。除非你盖你的鼻孔，再来，那你吸很大力，你要盖两个，这样吸。这样啊？啊，吸吸。他在吹，他不是在吸。吹个头啊！吹那个就比赛那边了啦。比赛呀！来初一，来下一位。我会选你。再示范多一次，又别一个赛哦，鼻孔。另外一个是鼻孔。我跟你讲啊，等一下希望对不对？不要换这个 straw 嘞，所以跟到我的 straw 夹到这个。我们蛮卫生的啦，问制作人。我们下一个，一定换。谁是卧底中我的比赛？谁吃到咸咸的？我。再来一个。不要，哈哈哈哈哈 ！OK。咦？我两个苹果都吸下去了。嗯，好，我服了。我跟你讲啊，等一下啊，
那个卧底对不对？猜不到对的答案对不对？要干这个，哦，两下。你下次他是杰，你自己要吸引自己的比赛。Vicky， 果然是 producer， 果然是 producer， 哇，不要说得太杂哦。你觉得谁最安全，谁最可以 ？Emergency meeting。哇，这个有点难。真的觉得 Sikin 不是，我觉得就是你们三个其中一个。我觉得不是 Sikin， 我觉得不是 Sikin， 我觉得不是我。Vicky， 他也是有那个 air 的声音。哎，你会怎么帮啊？哦，不可以帮他。你有耳朵听得到我？你有听到吗？我没有听到。人家坐那边都听不到，你坐这边听得到，你听什么？你懂什么吗？代表他耳朵好。好的，我们耳朵坏了。我们耳朵坏了。这两个。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不要闪聊了哈。OK， 来，我们开始投票，三、二、一，投谁呀？怎么投我？因为全部我有听到这 air 的声音，可是你的没有听到。我是不相信是我，因为哈，我没有听到他的 air 的声音。你们三个我相信，但是我没有投你们，但我是没有，我这样靠近我都没有听他的 air 的声音哦。你跟我讲，你听得到，我不相信。十二个三票，你呢？你是不是卧底？耶！耶！是我们平民获胜。耶！今天是卧底，好，那我们准备下一圈。我来了，第二个卧底是空的。The clue for the 卧底 is 食物。我宁愿反而想说它是会咬人的，本来他讲说是一个食物可以吃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反而觉得蛮恐怖的，因为没有这样简单的。你看，你看他转过去笑，他这边偷笑，你看，肯定他们。没这样简单，没这样简单，难哦，很简单。这样我们就，我们从Sikin开始吧。他会懂的嘛？他讲食物啊，食物不会懂啦。可是如果他是生的，他会懂啦。Oh, pop. Hey. Oh my god. Oh. In there. Obey. Go. Yes. Oh. Come on. Oh, he's retching again. I think you 会喜欢的嘞。我更喜欢了，我要骗你，我的最爱。有没有 tissue 啊？来，那Isabel， 不要，我的耳朵好像还需要用多二十年呢。哇，我已经开始耳鸣了，有点耳聋了。那到我，到我，到我，到我。Oh my god！ 不错不错，这个东西蛮好吃的。是 expect。你的东西是吗？他是我。我是哇。OK OK， I think 我懂， I think 我懂是什么东西。下一个你呢？我吃你的苦苦粉，我跟你讲。OK。哇！哇！他动到啥？OK。好。好。OK。OK。OK。我想问子杰，来这个东西哦，你觉得是很硬的，还是有一点软？我可以讲说，它的咬劲是有点 Q 的，像那种 Q 面那样啦。不是 QQ 有弹性的，就是它是那种 Q 的，不是很软，不是很硬，不是对，不是很软，不是很硬 ，Q 的，有弹性的。OK， 我也要问子杰，来，你觉得你有吃过吗？我曾经，我觉得吃过。来，子杰，到我的啊，到你了啊！我想问一下 Isabel，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有人会吃吗？会吃是会吃啊，可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不要吃了，不喜欢啦。呀，不喜欢。我想问子杰，你会怎样烹饪它？
我会怎么样烹饪它？我收发不知道要怎样烹饪这个东西。不，我之前吃过的是用滚水烫的。滚水烫的。之前对。OK， 我要问 Isabel， 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在哪里买？巴萨。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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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Isabel， 如果这个食物啊，你在家里自己煮的话，你会用什么方式去？哎，这个问题很熟，很像跟谁问过？我会丢进垃圾桶，我不要吃。那么不喜欢？我应该是不喜欢的，我动到我很怕。OK。我会问你呢，你的 texture 是怎样的？你可以给我摸多一次吗？你要摸多一次？摸多一次。你要摸你就去摸吧。OK， 现在它有点硬硬这样。这样。对，硬硬硬硬。OK OK。OK， 我要问 Skin， 这个东西你有吃过吗？我有吃过，但是我不常吃。我问 Vicky， Yes， 你的东西是滑的还是干的？ OK， 我摸了一次，我摸了一次，不会讲很滑吧，也不会讲很粗吧，但它上面有来刺刺的，有来刺刺的东西的。OK OK OK。我要问 Skin， 来，你说你有吃过，你不常吃。对。如果给你选的话，你会吃它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。特别不喜欢吃。OK OK， 我要投票。这个有点难。我有一个很好的原因，为什么我投这个人？以我的看法来讲，这个原因是你们听了，你们会跟我一起投这个人的。OK OK， Ready 三二一。我要换你们的想法一下，你懂为什么我觉得是直接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哦，我们每个摸了，我们会擦手，对吗？对呀，他有擦手，可是他一直拿来弄嘴巴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是不会拿来弄嘴巴的。我不是弄嘴巴，我不是弄嘴巴，我在闻那个味道。没有，他在那边一直弄。对，没有，我一直在闻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。没有，我没有擦嘴巴，我没有擦嘴巴。可是你可以闻手指，为什么你要闻 tissue paper？ 没有，我开始闻手指啊，后来我才用纸抹。没有，我在那边在观察哈，我觉得这个没有，这个可以，没有，可以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换。没有，不用嘛，没有开始。没有。够了，你听我讲。没有。听我讲，我为什么要闻多一次？因为我要想说我的手有没有抹干净。我看一下我，哎，没有吧？你要闻的话，你不会抹手啊。没有，我是要看我的手有没有抹干净。我听不下去了，你了解了 ？Sorry， 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这个我错的话，我心甘情愿错。这个是我的 theory 来的。OK， free for everybody， very good theory。OK OK OK， 可以。我先讲，如果我错的话，我心甘情愿错。OK OK OK OK， 我们再投多一次啊。好。OK， 三二一。你拿错的哈，拿对啊。OK OK， 谢谢。我老哎，你当啊 ？Obviously。每次跟你讲他最喜欢的东西，我都懂是当了。给你们揭晓答案吗？全部就直接是不是？我不要，应该是当了。不要说我的，我怕。应该是被当了。对了对了，对。对，被当。而且。Big down， 而且 Vicky 讲过，他刚才摸的时候，他讲说，上面有点刺刺的，对，上面是有点刺刺的，没错。不要你看，你直接你要想闻 right， 你直接拿来闻。拿走，不要。OK， 不，你要不要吃一下？耶，还是你们，还是你。OK， 所以卧底获胜，耶。所以想要观看我们这一系列的随时卧底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观看哦。然后我们还有 TikTok 跟我们的这个抖音，所以大家你们可以上去 subscribe 也是 follow 也是，大家可以 check in 我们的Oh my god， 这个有点恶心，Let's go。我天哪！哎呀，喷血嘞！我衣服有点脏。哎，你踩到！